很好拉哎、欸，好大。我没有吃过那么弹跳的龙虾、欸。哇哦，男生不能不来哎、欸。它里面超多吃的，就是一个好闻。第五站是安全的先科。哇、哦，竟然是先科。摸到摸到了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观潮文频道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，给予我们更多的鼓励。整片即将开始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到了，这边观众就是怎么念怎么念 ，Mangkom Seafood，、哦、它是一个曼谷的海鲜吃大堡的天花板，这个里面是个包厢式，对，餐厅很小，另外就是只有小桌，刚刚会不会想那么小餐厅？然后我们刚刚过来那个大迷路，因为我们设了地点，非常非常难找，又设错。然后我们五点半就搭车了，我们大概花两个半小时。现在是坐下来已经是7:57，对，他在车上累到不行。我已经不知道这边是哪里了，可是很开心终于聊了，因为前这边只有开到9:00，我们把握最后一小时，所以我们定位是定7:00用餐。但如果大家想要吃的话，你可以在他们的脸书私讯他们就可以订。对。然后我们刚刚用他的 APP 疯狂的点餐，我们第一个是鱼。然后这边点菜的方式比较特别，是你点一个不是一份，而是一只。例如说，一只虾就是一只虾，所以你要点几份。然后我们现在吃1288的套餐，对，它主要不一样就会多，它在那个龙虾多一份龙虾。因为988的话就是没有龙虾，对，啊，可是龙虾是单点，所以我知道吧？嗯。各位观众，观赏我要介绍了，第一个是鳕鱼，那嫩到不行，一弄就当鳕鱼。嗯，怎么样？很嫩，入口即化。我吃吃看这个，这个什么扇贝吗？对，这个这个是熟的。嗯，还有我们是不是按到很多只相同品种的螃蟹？怎么都一样啊？还有这边，对，生科。在哪一个？绿色或红色的酱应该都可以吧？绿的感觉比较。比较紧紧，对啊，它味道会不会很咸、嗯？如何？哦，说实话，其实我不敢吃哎、欸，可是很好吃哎、欸，所以你可以接受，没有什么腥味就对了。我没有吃过生科、欸，哇，很好吃哎、欸，我可以吃一颗哎、欸。可以啊，还有又有菜来了。那我觉得随便吃一盘蟹哦。好。哇，你看它补好了，哎、欸，补好了，很贴心哎、欸，所以就不用。你就不用花时间在那边啃了。很鲜吗？我不会再吃那个很多量的蟹肉棒了。你还愿意坐三小时的车来吗？愿意。好夸张哦。好。还有一个干贝，试试看。哇！因为这个是我们是在那个脸书社团看到的，对，最近蛮多人推荐的，非常非常多人推荐的，而且生意非常之好。如果没有定位的话，基本上不定位的话，迟到一小时可以。怎么样？很香，很好吃。嗯，那个海鲜在你嘴巴里面跳动的感觉。在就这样，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了。它1288跟988就差在这个嘛，主要的。啊，我把它整只酱拉出来。好。喂，很好辣哎、欸！好辣！我现在吃原味吗？那楼下超夸张的，三个酱，三个酱，然后还有这个主厨盘，我看，看到吗？有。Q 吗？快摸到，快摸到，快摸到了！哎，摸到了，摸到，摸到了！我觉得最贴心，他帮你剥好、欸，完全不用花时间在那边剥来剥去。这个不能不来耶！
来呀、啊。OK。真的很厉害哦，我好喜欢哦。是不是也比较好剥啊？嗯。点到两颗。大头。有印象吗？有。它里面超多汁的，就是一个好味。你看这只虾有多肥美，你看，看到吗？嗯。哎呦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没呆，吃得完吧？还好啦，因为这都不是淀粉啊。好，沾一下。耶！英明暂时颁给仙科。哇、哦，竟然是仙科！我没有吃过这种。他打败这个龙虾吗？目前？嗯。好，我们 round one 暂时结束了。这才是龙虾啦！这才是加点的龙虾，这才是那个1288的龙虾，这刚刚那个只是小龙虾。哦，是小龙虾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小龙虾。然后我们花钱1288加的是这个焗烤，我刚才怎么没有 cheese 在这里？焗烤波士顿大龙虾。因为刚刚说的是对的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刚刚前面搞错，我们以为这个是龙虾，就这只小龙虾，这个可以吃到饱的，都可以点。重头戏，重头戏。厉不厉害？大哎！上面有上面有一些汤汁，我先吸干。哇，这个口里面还有很多要抹干净，你看，有没有？所以它就是龙虾加奶油去烤吗？它的组成？我觉得它有点焗烤感哦。你看，我要吃这个豆腐了，我舍不得。吃过那么弹跳的龙虾，哇哦！还没有跳哎，再吃，有了有了。不过有个小缺点，嗯，你刚刚趁热吃，嗯，就是因为它加的那个奶油气沙，因为我们刚你刚是太烫了，太烫了，对，因为我们加了，它现在有一点点稍微变成液体，就是没有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岩浆感觉。它有点黏在上面，有点黏重。但分量其实蛮多的哈，其实。那很划算的，它一副1288，最后台币大概会不会900多？它1000出头就差不多了。嗯。而且刚到门口就有点傻眼了、啊，因为这边还蛮像民宅的感觉哈，在外面的地方。外面很像那个烤肉店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会以为是中秋节的那种别人家的烤肉，然后他开门的时候门口有四桌，我以为他走的是四桌，然后我们以为是个神秘产业，因为他就在门口前面，这边都是一整排的包厢，很厉害。好，刚刚现在吃到一个段落，我现在就是觉得要交换一下，所以呢吃一个小主食，超不合理吧？就是还需要吃主食，明明就是。那个吃饱就吃饱，还是说我们在换口味的时候吃的？我点了一个蟹肉炒饭，我觉得好像加一点很辣，我先试试看好了。我觉得它这边很厉害，是因为它绝对不会散，它绝对不会散发干收。玉米汤也要加蟹肉，炒饭也要加蟹肉，然后煎蛋也要加蟹肉。我怀疑它有一盆就是都是蟹肉，哈哈哈哈哈。然后是这样，全都跟海鲜有关，它的料理。味道够吗？超好吃！很厉害耶！它这个饭非常非常绵密，然后跟那个蟹肉是融在一起，然后这个是蟹肉煎蛋，我来试一下。它同时除了生的以外，我们还有点一些肉，你要需要一点点小功夫的那种。我们看这几人想说煎蛋什么东西，我们煎不出来的就是功夫。你看到我吃，你看，哇，好好。其他主食的分量都不会太多啦，所以对啊，反正海鲜很大方，但主食的料都正常分量。他不会故意帮你塞吧？对，就等一下看能不能吃得下那个
包括海鲜汤，海汤吃。嗯，然后你在晚上还吃得下热牙吐司吗？对，那提醒大家怎么来这里比较方便啊？我就有两个方法，就是搭 MRT， 就是 BSO， 另外一个捷运系统，然后呢到快靠近的时候再转那个 Grab， 因为我们是直接从那个四面佛那边搭 Grab 过来，其实很便宜，我们塞了两个半小时，总共才收了260，而且加公路费哦。对，然后还有加入我们刚误传的民宅的停车场的钱。然后刚刚因为实在是太心虚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多给了他100块小费。谢谢大姐。甜点时间，我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哦，这家店呢只能付现金，不能刷卡，所以请要代购。因为我们刚刚就是经历了一番，就是一直要收现金，超困难，也不一定要收现金，就只能收现金，2570块。哇哦，有一个人就可以。台币大概1092，哇，有1000块的海鲜大餐，好好。我们点了三个甜点，一个是芒果糯米饭，就是很有名的。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呢是打不开的那个椰浆波布丁，哇，好椰哦，有椰肉哎，好椰哦，我可能不敢吃。嗯，好椰哦。你怕椰子吗？嗯，我只敢吃椰浆西米露。那你点币啊？试试看喽。它的皮还没有去掉吗？嗯，对。嗯，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哦。好。先去芒果摊吃生炒啦。啊，那我不点。那我跟你讲个问题好不好？嗯、你只吃芒果没有吃饭呢。对。欸、你要拌一下那三个颜色的饭。哦、还有三个颜色、哦。对啊，它这个三个都是饭啊，应该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。那我真的很看起来很漂亮、哦。我不喜欢吃芒果糯米饭。哦。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一起吃。我不懂。我不懂，我不懂。我现在还就有专攻芒果。我现在记得要用脸书定位哦，才会有花香耶。今天最后一站来到这个桃山。然后因为刚好就是正值那个万圣节，所以其实这边有非常非常多万圣节的活动。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没有特别的装扮，可是我好像在泰国一直被认出来，对，香港人、马来西亚人，还有台湾民众，还有谁，反正就各种各类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吃到第一站是这个。你刚不是来吃海鲜吃到饱吗？那么快？看起来好吃啊。如何？他卖什么？鳄鱼肉。你敢吃吗？哈？我也不敢哎、欸。他这边还有路边摊帮忙化妆哎、欸。如果没有准备过万圣节，可以来这边化妆。关上门。